今天好运动阳光，给我们现场的所有的粉丝们一起来打个招呼好吗？Hello，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哇，花花已经和大家打招呼了，刚刚我们已经练习过，让我们再一次热烈呐喊声欢迎花花。花花，那其实啊，今天很多正在收看直播的粉丝朋友们也已经期待已久了，是否可以对着我们的直播镜头再一次和我们直播的粉丝们打招呼呢？好呀，观看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晨宇。欢迎欢迎，再一次欢迎花花。那我们知道花花其实非常的宠粉啊，那今天现场也设置到了一些互动环节，邀请幸运粉丝登台一起来现场互动，可以吗？好呀好呀。好，非常的棒啊，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花花的带领下共同来感受李宁所带给大家有支撑的回弹是个好缓震的产品理念。当然正在收看直播的你千万不要离开到我们的直播间，多多参与到互动，你们的好礼也将会为上。好，花花，其实今天呢我们也将会邀请到三位幸运粉丝，会通过随机的方式，你知道是会是个什么方式吗？什么方式啊？来，好，给你公布一下啊。哎呀，那已经入场的各位嘉宾啊，手上会有一张入场礼品券，小小的一张，大家现场可以打开来看看，如果你手上这一张礼品券啊有我们李宁武士 5S 的 logo 的话，恭喜你就成为我们今天的上台的幸运粉丝。在哪里？热天的双手哦，欢迎欢迎，还有一位是男生是吗？欢迎欢迎，来，那现在有请花花，我们一起来到互动区可以吗？好呀。好的好的，来，来到这边，好，有请三位来到我们中间的位置吧，好不好？赶紧来，我们这位女生可以来我这边好不好？ OK， 欢迎欢迎啊。哇，那今天三位啊也是带着任务而来的，先来随机认识一位好不好？这位女生你好啊，怎么称呼？韩星星。啊，我星星，今天怎么会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为了我们民族之光林，为了我们的花花。哦，欢迎欢迎啊。那花花今天这么近距离的站在你的身旁啊，如果有3秒钟跟大家说一些你想说的话，你会对她说什么？3、2、1。我会永远支持你。好，谢谢谢谢，代表很多粉丝朋友们的心声啊。那今天三位呢也是带着任务而来的，对不对啊？哎，那个灯牌不举了。灯牌在哪里？陈宇，不要放下，要亲亲了。也逃不出你的花花世界了，好不好？大家也在热情的呐喊声再欢迎一下我们的花花好吗？欢迎欢迎欢迎。OK OK， 那我们今天的互动环节就正式开始了，好不好 ？OK， 大家可以看啊，在我们身旁有一个红色 jump 区啊。第一个互动环节呢，就叫做我们的回弹突击赛啊，将会随机邀请一位粉丝使用到我们的跳跳杆啊，在这个区域当中连跳3个才算成功啊。有没有会不会有点难度吗？你看跳跳杆是这个样子。应该有一点难度，应该有点难度啊。好，那就请哪一位粉丝自告奋勇？哪一位？那位，哎，是你身旁这一位啊，你真的好勇敢啊！我跟你讲，今天我早上试的时候，有一点难度的啊，可以转过来，转过来啊。好，你要不要先试一下？要不要先试一下？啊，要不要先试一下？来，啊，哎，好了，哎呦，有点难度，有点难度，好好好好。觉得还可以吗 ？OK 吗？完全 OK 啊。好，那 OK 的话，我们3个数字倒计时就请你开始了。那你只有一个目的啊，不能跳出我们的jump圈。那连跳3个，好吗？好，那非常难。我们现场的朋友们一起给他来加油一下，好吗？加油加油，嗯，来，3、2、1，开始。1、2、3、4，啊，再跳跳，又跳出一些，再加一个，再加一个，花花要不要给他加油一下？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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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3、2、1、2、3，哇！来，再从欢呼声，谢谢谢谢，我们这位粉丝，很棒很棒，真的辛苦了辛苦了。花有没有？这个是那个跳跳杆，跳跳杆啊。对对对，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他跳的一个力量啊。有没有觉得你的粉丝啊？和你的音乐同时也含有这个运动的细胞。嗯，运动还算可以吧。还不错啊，还不错，等一下看你的了好不好？哇，好啊好啊好啊。大家想不想看花花亲自来做我们现场呼的？好，不要走开好不好？等一下一定有啊，一定有，答应一下大家。那接下来呢还有2位，我们想请你们参加到我们的奔坛的 PK 赛好不好？就在这边，花花可以来看一下。现在我们就移步到这边了好吗？好呀。是我们的一位女生和男生，星星和我们这位男生啊。
OK， 花花可以看到啊，在这边呢会有一个我们的弹跳值啊，那你们需要在60秒钟的时间之内进行双人对战啊，通过原地弹跳的方式让我们的这样能量条达到屏幕点就可以了。花花会不会觉得这个应该会比刚刚那个简单一点？我也觉得这个简单一点，会简单一点。已经开始了，而且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参与的话肯定会直接秒赢啊，因为你有穿我们的李宁武士穿跑鞋，对不对？好，加油加油加油。花友觉得大概哪一位可能会有点获胜的感觉？我觉得女生，这个女生可能会。哎，所以说就是男生和女生并不是说一定有体格上的差异啊，平时的锻炼还是有讲究的哈、啊。加油加油加油。好，我们再次给大家给他们两位一点加油好吗？加油。最后啊，恭喜恭喜恭喜哈、啊、是我们这位女生赢了，谢谢我们这位男孩子，谢谢谢谢。好，花花非常的温柔，还给他捡了手机。那非常感谢三位来，有请三位来到舞台中间的位置，请花花可以来到这边。好，欢迎欢迎。哇，花花他们很辛苦，可不可以给大家送上一人送上一份你的礼物？可以吗？可以吗？好不好？好，那现在呢，就请我们的花花每三位嘉宾，我们的粉丝朋友们送上你亲笔签名的海报一份，一人一份哦，好羡慕啊！恭喜恭喜！哇，那此时此刻主持人要谋福利了呢。接下来时间，在这个特别时刻，有请花花来到我们中间的位置，好不好？让我们四个人一起合影留念一张，共同记录下这个特别难忘的时刻啊！哇，可以感受到大家非常羡慕你们啊！好，请看一下我们前方上的镜头，3、2、1，再次用呐喊声感谢一下三位，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三位稍作休息，也谢谢花花稍作留步。哎，花花，那我刚刚看到你在看他们玩游戏的时候在笑。对，然后有没有跃跃欲试自己来试一试的感动？我其实都挺想试的，都想试一试啊！我觉得是一样的，可能没有新意啊。有看到中间的跳垫，为你准备的啊。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在我们今天中间的跳垫啊是真人的跳跳乐啊。我想邀请花花来尝试一下，因为我今天我特地留意到你左身脚穿了我们的李宁武士5S小跑鞋，对。听说他弹跳力非常的棒啊！等一下呢，请来到我们的互动区域。如果你一下子连续跳过3个跳垫，就算你挑战成功。这个很简单啊，很简单啊。嗯，两只脚跳，不能一下子跳。哦，两只脚，两只脚，那也很简单，也很简单。来，要不要给花花一点鼓励的掌声、呐喊声 ？OK， 请工作人员跳3个吗？跳3个。你想要几个？要不都可以，都可以，那就3个，好不好 ？OK， 要不要从后面来一点点 ？OK， 对对对对对，好，1、2、3，掌声，谢谢，谢谢花花，谢谢花花，挑战完美成功了啊！也为大家非常棒的演绎到了我们的很简单李宁武士 5S 啊，非常棒的一款球鞋，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挑战对你来说如何，怎么样？垫子还蛮软的，垫子很软，但会觉得穿这个鞋就会觉得很稳，很稳。 对，然后而且那个回弹性也特别好。有没有觉得好像穿了它就有一种哎有人在为你助力的感觉？有。好，那非常感谢花花带给我们这样这款球鞋的打 call，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觉得上脚的感受如何，可以吗？就是会觉得，相对于平时穿的那种的那种鞋来说，要轻很多，然后而且也比较软，然后我觉得还蛮适合平时是生活当中做一些轻运动，还蛮合适的。对对，会推荐给大家，推荐给你的粉丝朋友吗？当然，很稳定，主要是。OK， 到我们的花花同款的话，记得一定同款来下单了，好不好 ？OK， 好，那其实呢，刚刚花花也特别提到这双鞋子很软，有很棒的一个脚感啊。对。那它也蕴含到了我们李宁所带给大家的一些黑科技，
包括中底的第一次用到 Life Foam 的轻质发泡材质，是我们李宁独特的一个科技之一，可以说是提供到了第一层级的缓震支持。那在下层的前掌和后掌的部分啊，同样也运用到了高性能的弹性里，所以说会觉得更加的轻，更加的舒适。双层的结构让缓震更具层次，所以脚感上也会非常的舒适。花花才会觉得说，嗯，很棒，要推荐给大家。完全是的啊。好了，那听完了介绍，也看到了花花啊，脚穿我们这款非常棒的时尚的跑鞋，通过到我们今天挑战，大家应该是想要 get 到同款，能不能今天为大家来送一双？好呀，好，可以。那亲笔签名款行不行？签名款没有问题。好，完全没有问题，太棒了。那现在有请我们的李小姐。那与此同时，那现场有请花花来为我们的李宁武士五 S 时尚跑鞋进行签名。那我们这款鞋所追求到的缓震体验呢，也是在托腕式双 TPU 结构的加持之下，将回弹与支撑调校，这一达到平衡，让大家可以亲身感受到有支撑的回弹所带给大家的安全感和掌控感。好，请花花可以转过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吗？并请看一下我们前方的官方摄像镜头，线上的朋友们有没有想要的？好，怎么才能够 get 到我们花花亲笔签名的这一款李宁武士 5S 时尚跑鞋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稍后通过我们直播间分享抽奖的方式出去啊！马上花花将会通过三个数字的倒计时，那我们今天的系统抽奖也即将会开始了，所以花花给大家倒计时三个数字可以吗？好、啊、好，大家准备好了，三二一，好，三二一，那我们今天倒计时已经正式开启了，所有想要 get 到我们这款鞋的所有的粉丝朋友们，记得稍后一定要多多关注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了啊！好，非常感谢花花为我们度过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午后啊，那也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哎李宁所带给大家运动的乐趣啊。那你在最后啊，作为我们的全球的代言人啊，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李宁对所喜爱你的粉丝朋友说的吗？因为我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李宁，然后也很感谢今天可以有这样一次机会能够和大家以一个这样的方式来见面，对，然后最后就是很强烈的推荐这款鞋，就是真的还蛮适合平时生活当中运动的时候可以穿，对，也非常舒服，也很时尚，搭配也很方便，对，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请让我们再次用热情的呐喊声感谢一下我们的花晨与花花好吗？非常感谢花花，衷心的希望着花花的未来的发展将会越来越好啊！多多来到我们李宁的活动现场，期待着和你共同带到更多运动的乐趣，好吗？再次我们热情的掌声，谢谢花花，谢谢，辛苦了，谢谢，拜拜拜拜。好了，亲爱的各位朋友们，那我们。